来个卷饼呗，老板，来一个。这是啥卷饼啊？啊，一块钱小卷饼啊？啊，行啊，我以为是那个大卷饼呢。一个一个，那也是比那小卷饼大吧？对，来一个。还有土豆丝。热的土豆丝，我以为是那个大的豆芽上的那个卷饼呢。我这个是比那个盘锦那个小卷饼大一圈。自己烙的。自己烙的。再香菜、辣椒仁、花生碎都要吗？啊，都要。来十块钱的吧。啊，这是泡菜。泡菜。啊，有，来点呗。嗯，香菜来一点点就行。啊，这还有花生碎，来点，多来点吧。行吧。行行行。加花生碎的还没吃呢，我爱吃。你这卖多少年了？我这没卖多少年，年还不到。一直在这儿呗。嗯，在夜市里。啊，在夜市里。香菜少不少？有点。不少，没事。这是自己烙的小饼，西远西远小饼。哎呀，这个卷饼是比咱这大了。有拿肉串卷的吗？在这儿有，也有哈。你也可以烤那包，就可以卷，哦、或者炸鸡柳啦，或者什么。啊，只要是有肉就可以卷。对，你要拿的，你爱吃这个就可以卷。啊。那我这没有，我这就土豆丝。行，我看挺好，这是脆的吧？脆的。啊，我喜欢吃脆的。谢谢啊，啊，拜拜。这是盘锦小卷饼 Plus 版。哎，这一个老大了，这一块钱饼比那个五毛钱饼大老了，确实有事儿。里面放了好多花生碎，然后土豆还是脆的，像那种卷的凉皮一样。加花生碎的这个卷饼我还是头一次见。记得我小时候还有卷饭的卷饼，那个卷饭的特别好吃，但是我再也找不到了，我也记不清那个大姐长啥样了。